广播到此结束。台北和新北的电台欢迎广播开始时间和频率如下：中国大陆方向，午休时间，台北开始黄色开始的，六点三十分到七点三十分，国内频率是九八七五开始，幺幺六三五开始。午休时间，十九点三十分到二十点三十分，国内频率是七二二零千赫。北京时间两点三十分到六点三十分，六点三十分到七点三十分，左右频率是七二八五千赫，九四四五千赫。北京时间十三点三十分到十四点三十分，左右频率是七二二零千赫，九四四五千赫，九七三零千赫。北京时间十六点三十分到十七点三十分。左右频率是七二二零千赫，九四四五千赫。东南亚方向，